我们能聊聊吗？没有什么好聊的，我累了。我跟赵金子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这完全是个误会。是我是喝得很醉，喝得烂醉，但我肯定，我保证，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你要相信我。你别闹了，好不好？离婚这个事情不能乱提。我没有闹，我是认真的。就为了一个误会，至于吗？管一鹤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我昨天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就记得一个赵金子的事吗？不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才闹成这样吗？我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不想跟你吵架。等过两天，我拟好离婚协议之后发给你。你这么敬业，应该不会因为咱俩的事情就影响到工作吧？明天开会的邮件收到了吧？管总，我等你冷静下来了，我们再好好聊，好吗？哎，娘娘，先生，车不能停，马上，我不能停，我有急事，我出来就走，马上出来。他呀，也信他的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再来一杯。这是女厕所，没看到，那不好意思。没事。你走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来，你可算来了。行行，咱回去啊，我送你回去。等会儿，我爸。你接吧。不能让我爸知道我一个人喝这么多酒。你拿去。我接，我怎么接？你小心点，哎。哎，叔叔，我是金子之前那个说那个同事，哎，对，啊，是这样，那个金子，我们今天那个同事聚会，然后他吃饭把舌头给烫了，啊，说话不利索了，现在就是。我没在。对，没事，我们现在就送他回家了。哎，对，哎，好嘞，叔叔，叔叔您放心，叔叔再见。没在。哎呦，咋了你？你喝这么多，没事吧？刘翔，你就是我的太阳 ，You are my sunshine。好，啊，行不行啊？我给你打车送你回家吧。不，你送我，快点，快点，你送我。戴头盔。来。好了。
上车上车上车。呀！二麦三摘，哥。春夏秋冬，冷热交替，都陪着你。月月，嗯，嗯，嗯，现在几点了？五点了。你昨晚没回去吗？昨天加班到三点钟，就直接睡着了。哎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睡不着，还不如早点来上班呢。嗯。你饿不饿？饿的话，一会儿七点去吃早饭。嗯，行吧。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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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了！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怎么还在等我呢？啊，起夜去。嗯。服了你了都。谢谢爸。快吃啊！别跟他似的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半夜三点钟了给我来俩字，加班，弄得这一宿都没怎么睡。嗯，投行就这样嘛。爸，你以后别来接我了。我年轻还造得起，你跟着我这点灯熬油的，万一再心梗怎么办？你姐也是搞投行的，人家怎么都有事有赏呢？再说是你有事儿你忙不要紧，你能不能提前你跟我们说一声啊？爸，这还真不行，有时候忙起来什么都忘了，我们上午都计划不了下午的事呢。不是你们这都什么破工作，辞了算了。番茄酱呢？哎，服务员，番茄酱。谢谢姐。看到你，所有不好情绪都会消失，无话不说的关系，从不讲客气，一个眼神就能证明我们的默契，没有人比你更懂我的心。虽然有时争吵，有时闹脾气，可还是一直一直一直在一起。到手碎土万定格在这一刻，手牵着手留下最美的你我，安静到三二一，熟悉的少的年纪，感谢遇见你。青春年少的年纪，感谢遇见你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那种会忙到忘了给爸回信息的人。
喂，你好。请问这里是产后心理咨询中心吗？你上次不是说你想通了吗？而且最近不也相处得挺好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昨天看他接了一个电话，特别紧张。对方是个女的。是女的，不是挺正常的？难道你还希望情敌是个男的？对方已经结婚了，而且高山也知道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在默默的守护着。他走不出来，我也走不进去。月月，其实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好事。有时候在一起未必就有时间和机会，只是一个互相占有的名分罢了。姐，爱一个人太难了，你们都是超人吗？为啥一早上就化妆啊？你长什么样我知道，好看。我就抹点防晒霜，外面紫外线那么强，我本来就不白再晒黑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防晒霜特别好用。哎，行了吧，你才不黑呢，谁跟你说你是黑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什么样都好看。哎，咋还涂上口红了呢？整的还挺正式。还喷香水，哎，不是，你到底要干嘛去？答应我爸的事儿，我总得做吧。这就你昨天为什么喝多了？喝那么多干嘛呀？穿着什么呀？这样好看吗？还行，不错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吧？这个不错，哎，这个挺好看。那你还不走？还能走啥呀？我要换衣服啦。不是，那你告诉我，为啥你昨天喝那么多？哎呀，你快点吧，走吧，快点，你好啰嗦呀，快。傍晚再见，拜拜。来，请坐。来，老欢，好长时间没见面了。是啊。早就说想让两个孩子见见面，一直没有机会。哎，你这太忙了。哎，金子。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起的韩叔叔，爸爸的老战友啊，这个是我老大哥啊。是啊，老听我爸说起您，跟我讲你们那会儿在部队的事儿。这是阿姨。阿姨您好。你好。这位就是小韩。赵叔叔好。嗯。你好。赵小姐好。来来，我们先喝茶啊，喝茶喝茶。哎，刘哥，你这怎么了？啊，没，那个想那个客户网签的事儿。哈，不对吧？我昨天夜观星象，我感觉你这是饿了吧？你没吃早饭吧？你的星象都跟你说的什么呀？我吃了，吃的可饱了，跟美女一起吃的啊！别管那么多，去上班去。真没事啊？没事儿，赶紧干活去，快快点，快点去。好，关总，你好，关总好，关总好，你好，关总好，关总好，大家好，关总。关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
管总。嗨。管总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小马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脏啊！管总还是那么帅。醒醒吧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人家是有主的人。那我听说啊，崔总对这次的项目特别重视。你说小白也真牛啊，她老公这可是衣锦还乡、荣归故里了吧？哎，你们说这小白会不会也要去生生果业啊？生生果业老总的女儿不是对管银河有意思吗？哎，三角恋绝对有情况。兄弟，能不八卦了吗？干活去吧。干活去吧，去去行行行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又来了，为了些你相亲状况啊，也就你爸那岁数人还信什么什么世交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失望了。这相亲相的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嗯，小哥哥看长相看条件，真挺好的。有多好啊？比我高还是比我帅？你说吧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嗯。这人啊，有的时候得看开一点，你懂吧？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哎，没感觉。真的，不联系了。联系还是不行，毕竟是我爸安排的相亲，先做朋友糊弄着呗。喂，你第一次见我什么感觉？就一般人。嗯，管一鹤他表弟。跟管一鹤不像，哎呀，挺好的。管总，听说你的新办公室家具还没到，不会让我们的人去了洗地办公吧？当然不会。哎，没错，没准他得把自己办公室让给我们乙方办公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下厕所。我决定想跟你过一辈子，我希望我们可以走向未来。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都谷歌抱回来你管过吗？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，你是不是想我能管吗？小白应该是怕同事说三道四，明天我就让他带人过去。风扇的人看不见他，自然不会说什么。谢谢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爸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工作有进步啊？喝奶茶。金子。啊。你跟那个小韩接触了没有？啊，我这跟你聊工作呢，你怎么又说上这个事儿了？接触过了，他约我吃饭，
我就是最近太忙了，过段时间再说呗。别过一段时间的，公司的事情你不用管啊，该吃饭吃饭。人呢要多接触，多了解，对不对？爸跟你了解过了，小韩这个孩子挺不错的，话也不多。你看，他长得啊还英俊潇洒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英俊潇洒。干脆要不您把他娶了得了。那个韩那个杨叔叔啊，前两天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叫什么 Peter 陈，也挺好，都挺好的吧？我回头挨个接触行了吗 ？Peter 陈啊，就是那个留洋回来的那个小陈是吧？哎，那个也不错呀。我在一次交易会上见过一次。哎呀，后生可畏啊！啊，你看，硬是把他爸那个小破厂搞成了一个全省的规模呀，不错，可以。关总来了。哎，爸，我答应你相亲，你答应别忘了我的事儿。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无非就是想在工作上得到认可啊，爸比，爱你啊。关总，赵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金子应该跟你汇报过我们前期筹备工作了吧？汇报了。那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跟丰盛开会的情况。嗯。那爸，你跟管总你们单聊，我还有点工作上的事儿得处理，我先走啊。关总，有事你联系我。行。嗯。来来。上个礼拜呢，我正式跟丰盛开了第一次会议。不好意思，丰盛对于我们这次的并购呢，表示没事。不好意思，他们对于我们这次的并购呢，表示非常。没关系，你接吧，说不定有什么事。刚才打电话来咨询产后抑郁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希望。赵总，不好意思。产后抑郁，小白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，最近有点闹情绪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不用找了。凭你这长相和条件，这花送的有点太寒酸了吧？您今天没开车啊？不是，人家给你送花，你那么关注我干什么？这不太合适吧？行，好好工作吧，啊。高总每天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是为了掩饰你的心有所属吧？有必要吗？人家不肯离婚，你又不肯重新开始，那你就是在往自己身上扎刀子来惩罚对方。你不能这样，该放下了，立刻，马上。晚上把合同逻辑整理一下。哎，好嘞。佳，你坐哪儿啊？佳。嗯。哦，坐那儿吧。
高总，找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王月呢？怎么一来上班就没人影了？他不知道，没看见。我帮您去叫。啊，不用。准备准备开会啊。哦。方便吗？我们一会儿见一面。你没事吧？管一鹤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还没回家。他想住哪里是他的事。你们俩该不会闹分居了吧？我不知道算不算分居。估计在他看来，只是为了工作，怎么能算是分居呢？不回家，明明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啊。别这么笑，我怎么觉得你笑得这么瘆人啊？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，得先出去一趟。不是，你去干嘛？搬出去。最美的，最厉害了，以后每一天都要加油哦。WYY，WYY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气啊！金子他妈生金子的时候，我在外面出差半年啊，按你这说法，那早就抑郁了。可是，他能吃能睡，还能喂奶，没毛病。其实抑郁症这个症状是比较复杂的，并不是那么容易能界定。嗯，我知道，这个抑郁症啊是挺麻烦的。但是小白那么优秀的女青年，怎么可能得那个病？她呀，就是撒娇，想引起你的注意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，到时候我劝劝她。赵总，不用了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解决你的后顾之忧，就是解决我的后顾之忧。行。哎，嫂子。哦，来了。来了来了，嫂子。你怎么这么着急找我租房子？哦，急火，要求高。不认识的中介，我也信不过，只能麻烦你了。我想在这附近租一套，干净的，安保措施严格的，但我没时间去看房，得麻烦你帮我拍一个看房视频。好，那个具体谁住？妈妈带着儿子。好。喂。我刚收到赵金子发来的邮件，不是很明白。赵总欢迎我们项目组，就只请我一个人。不是，主要是想请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哦，那你给我发个微信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还让他发邮件呢？还是说现在您的衣食住行都是助理包办？如果你不想去，那我把他推掉了。去啊，怎么不去？既然邮件都发来了，那不就是公事了吗？行了。哎，那个嫂子，你这个房子……哦，房子的事就拜托你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嫂子，你是不是跟我哥吵架了？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，我再找找其他中介吧。哦，方便，我方便，没问题。只剩在没有你的城市，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是不是一辈子？哥，你跟我嫂子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我嫂子刚让我帮她租房子。行，帮她租吧。不要我们之间只剩再见。
世界冲淡你的样子，或许可能是一辈子。你说我就像个疯子，对爱情无所知。我们都曾为爱放肆，还有很多没做的事，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各位，各位，今天是为了欢迎我的小兄弟管一鹤正式加入我们深深果业啊！大家一起来欢迎他，我们干一杯！欢迎欢迎欢迎！欢迎，谢谢少总。啊，那就随意啊。好，你是小白吧？小管他老婆啊。您是那个赵哥旁边那个大胡子就是我老公，他和赵哥是发小，我们家是做物流的，赵哥家那些水果都是我们在运输。当初我们小两口也是靠一台车开始跑运输，到现在呢，一家物流公司，一家自己的船务公司。啊，挺好的。哎呀，和赵哥相比我们就是小家小业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刚刚生完我们家小女儿，那个时候我老公搞物流公司，每天特别的忙，我立马就把工作给辞了，在家里啊照顾两个孩子。这些年啊，我老公啊连碗都没有洗过一个，早上他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袜子我和我家阿姨要是不给他搭配好，他都能一长一短的穿出去。是啊，我老公也是一样，油瓶子倒了都不会扶一下。男人啊，都是这样的，那家里面什么事儿都不懂，全靠咱们女人。我老公跟我说，男人这辈子最大的就是事业，他给我赚钱，我把家给他搞好，就不用出去工作了。这也是咱们的福气啊，嫁了事业心强的男人。是啊。小白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等再过几年你就明白了。是啊，这女人就是拿来宠的。咱们可比不上那些男人，外面那些打打杀杀的粗活让他们去干，我们呀就把后勤工作做好，负责美貌就好了，对吧？是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我老公什么都不管，真好看，在哪儿买的呀？你跟你老公感情好。哎呦，是怎么哪有啊，你看你那耳环还真挺好看的。你这颜色真不错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卫生间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啊！嘿，你这咋还不高兴了呢？哦，没有，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有点累。小白啊，当姐姐的劝劝你，这女人啊，结婚之前事业是婚姻的砝码，这结了婚以后啊，可就是以家庭为主了。咱们是第一次见面吧？哎呦，我这还不是受人之托嘛。你对你老公啊要求太多了，这个家庭总得有个分工，现在你老公的事业才是最主要的，你就当是为了家庭做点牺牲嘛。再说了，还不是因为你老公的关系，赵哥才会让你进深深果业。你搞错了，我是在丰盛工作，跟深深果业只是项目合作。还不都是你老公的面子，要是我老公那么年轻就能给赵哥当副总啊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你爱干什么是你的事，
我的事不劳别人费心。哎呀，你们家一鹤都求到赵哥那儿去了，让大家帮着劝劝你。你以为今天这场饭局只是为了欢迎一鹤？你想想看，其实他请我们过来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老公这么年轻，就这么优秀，你可要对他好一点，免得将来后悔啊。您觉得什么叫做对他好？ 辞职在家带孩子，对他外面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看你，还是好胜心太强。我们都知道你学历高，工作好，感觉在家里带孩子委屈了你。可是小白，你想想，你老公的成功不就是你的成功吗？做不做家庭主妇是个人选择，跟学历没有关系。我不想当家庭主妇，我想工作，跟他的成功没有关系。 还好，放这儿。哎呀，李白，干嘛？这么快就来找老公了啊？看不出来，小管和老婆是真恩爱啊！<笑><笑> 我们在聊商业，怕你无聊。你跟大姐们聊得还好吗？生意上的事我会无聊。管一恒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不仅是你的老婆，我还是你的合作伙伴。怎么了？我敬各位一杯，恭喜各位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完美的搭档。 遗憾的是，我做不到。我想要的婚姻是不以牺牲任何一方的自我价值作为代价的。我希望面对现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互相扶持，共同承担。我希望支撑我们走向未来的是爱和尊重。 是长久不变的欣赏和信任，而不是接二连三的欺骗和缺席。言尽于此，我先干为敬。各位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 怎么就走了呀？咱们吃吧，吃吧。所以爱过之后，就是。小管，这可不行啊！连个女人都管不住，人家以后怎么管起你啊？ 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刚说那些话，能不能看一看场合？应该是什么场合？我这个妻子做的事有多差，让你找一群你眼里的成功案例对我进行三从四德再教育？那是老赵做的局，人家是一片好意，知道我们俩关系紧张，希望找人陪你说说话，又惹你什么了？ 你现在还不明白我们之间的问题在哪儿吗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，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误解我的好意啊？什么叫误解？你找一对阔太太批判我不识好歹，这就是你的好意？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应酬。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了，大家都有工作，都很忙。况且我说的再多，你也不会明白我想要什么。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？要不是当初我为你考虑，我会离开丰盛吗？我最后悔的就是把你惯成现在这种自私自利的样子。你把我惯得自私自利？你以为我在丰盛的一切全靠的是你吗？我们走到现在，
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在付出吗？当初你说你不想辞职，那行，我走。现在你又觉得难以兼顾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如果承担不了这种压力，你为什么不辞职？为什么？我凭什么要辞职？你对家庭、对孩子就没有一点责任和义务吗？因为你是个母亲，你是个妻子，照顾家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那你也别忘了，你是我丈夫，你是一个父亲。那你以为我在外面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？你是为了我，那你为什么连一点静下心来了解我的感受的时间都不给我？从果果出生到现在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你都不会付出一点时间。你把你该负的责任、该陪伴的时间全都推给了你妈。你说你是为了家庭，其实你不过是把事业当成了你逃避家庭的避难所。现在是谁在逃避？我一直努力解决问题，是你动不动就提离婚，现在还找刘夏租房子，什么意思？用搬家来威胁我吗？是吗？威胁？管一禾，你怕是把你看得太高了吧？所以我在你心里，我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。那我还死皮赖脸的挽回什么？不就是离婚吗？离？离了都清净了。好，离就离。我明天在民政局等你。姑娘，咱们去哪儿？哦，随便。师傅，你就随便带我转两圈吧。吵架了吧？你们这些小年轻啊，一吵架就跟演电视剧似的。师傅，去环球财富广场。好吧。说好了，今天就讲实业，你不听话，下次不带你来了。我听话，晚安，妈妈。谁呀？啊，是我，小白，我回来拿点东西。啊，我们睡吧。嗨，孩子睡了？睡了。你经常带孩子加班吗？最近忙得厉害，他又特别黏我，所以带在身边，我们两个都睡得踏实。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，佩服我把家庭和工作弄得一团糟啊！带儿子睡办公室，有什么好佩服的？做妈妈真是太辛苦。想做好妈妈，就要学会取舍。是啊，所有人都对妈妈说，你要牺牲，要学会取舍。那爸爸呢？怎么就没有人对爸爸说，你要牺牲，
要学会取舍。我听着怎么一股怨气呢？怎么，生生果业的项目进展不顺利？顺利。在这个项目里，我成长飞速。那就好。麦瑞姐，我很抱歉，之前因为我的幼稚，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。当时我真的是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，现在想想，当初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觉得我没有错。但是在这个行业里，许多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身边来之不易的平衡。我这么做，无疑打破了很多人的平衡，也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扰。你今晚是来找我谈心的？我是来公司写邮件的，顺便啊，问问之前你给我承诺的职位什么时候兑现。申请已经递上去了，少不了你的。我得送果果去医院，我婆婆说果果大便不正常。管一鹤呢？在应酬。一样，我前夫也这样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管有没有老公，都独立解决问题。关键时刻只有靠自己，不指望别人。只有这个样子，才能够泰然应对生活里各种突发状况。去吧。嗯。快呀！怎么打个车你都不舍得？今天下班早，我估摸着能赶上地铁。这地铁末班车11:30呢，这你末班车都没赶上，你还说下班下得早，你这明显是在控诉我压榨你吗？我呢，自觉自愿加班，行吗，高总？哎呀，小姑娘，我教你一个经验。你以后可以拿这个经验呢来对付我。项目不忙的时候呢，这领导说的话你可以挑重点听，要学会适当休息。等真要你上前线的时候呢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你都要认真打磨，拼命的汲取营养，积极的落实执行，这样才会成长飞速。你说你现在加这个班，加的是哪门子班呢？行，我送你回家。妈，果果呢？啊，小声点儿，他刚睡了。哦，我抱他去医院。哎，等会儿，他刚刚喝过奶，就别叫他了啊。我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，上午给他喝了一点橄榄汁，那不是补铁吗？谁知道果果一拉臭臭，全是紫的。哎，没事就好。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儿，就是最近心脏不太舒服，白天觉得气短。晚上也睡不好，特别是这个夜里边，这个心脏啊，就感觉要从这个嗓子里跳出来一样。啊，妈，那我送你上医院吧，心脏可不是小事儿啊。不用不用，来来来，起来。啊，坐坐。没事儿，医生都说了，只要啊，别生气，别着急。别累着就行了。哎，
这人啊，老了没用，什么都担不起了。别操心啊！啊！只要你跟一和你们两个好好的，果果也健健康康的，妈就没事儿。妈，太辛苦你就别撑着了。没事。一鹤呢？还没回来吗？他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加班不回来了，他没告诉你啊？哦，他说了，我给忙忘了。没事，你回来了就好了。那妈先去睡了啊。嗯。哦，妈，果果排便不正常的事，您告诉一鹤了吗？哎呦，告诉他干嘛呀？他那么忙，不是有我呢吗？没事儿。我也很忙啊。哥，你看这个几个路灯，晚上特亮，特安全。嗯。啊，还有这个门禁卡，它是只能去这个对应的楼层，绝对安全。行。那我带你上楼上看看吧，哥。哎，哥，就这个房子？对。哥，用不用我先跟嫂子说房源紧张，再拖一拖？你不帮他租，他找别的中介不也一样吗？门禁卡和钥匙都给我配一套，不用跟他说。哥，这违反我们规定啊！那钥匙多少有登记的。让你配你就配。未曾到过的地方，是你心与我心的远方，实现了几个愿望，谁在远方指一声光，置身在没有你的城市，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，是不是一辈子流过泪才发觉，这并不是爱你的方式，不要我们之间，因为你是个母亲，你是个妻子，照顾家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他干嘛呀？他那么忙，不有我的吗？啊！所以我在你心里，我就一点价值都没有。那我还死皮赖脸的挽回什么？不就是离婚吗？离？像个疯子，对爱情无所知。我们都曾为爱放肆，还有很多没做的事，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
哟，现在胆肥了，进门都从来不敲门了，啊，这样不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从来不放弃鼓励下属的机会，这每日的鲜花，以后我给你承包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事情都必须尽在你掌握？连我自己给自己送花这点小情绪，你都要剥夺，都要压过我。话说回来，你不觉得自己给自己送花这事儿很奇怪吗？要你管，领导给下属送花更奇怪。月月，那天你在电梯里跟我说的话呢，道理我都懂，也不是没有人跟我说过。不过说话的人不一样，起到的效果不一样，所以我决定重新开始。谢谢你啊，王月月女士。你不感动吗？我已经改邪归正，洗心革面了。我感动，我还敢走呢。管总，你昨天晚上不会跟小白姐吵架了吧？现在几点？八点多了。你要不要我帮你？你这个……没事。今天沙发就应该到了，明天就不用睡着了。你这是要离家出走了吗？你那什么手机没电了？什么？你还是得注意休息。对了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咖啡，有事你叫我。行，你去忙吧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在公司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敢来了？就算不来，是不是也要告诉我一声啊？管一鹤，我的时间也很宝贵的。关于离婚的事情，我想……你想什么跟我没关系。为什么关机？昨天果果生病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又让我像傻子一样在这里等了你半个多小时，麻烦你尊重我一下，行不行？果果生病了？怎么没人告诉我？啊，怎么样？他现在？凭什么什么都要别人告诉你啊？你自己是有家有儿子的人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动不动就拿工作当借口，是不是离个婚都得找你助理约个时间啊？管一鹤，你不是太阳，地球不是围着你转的。我不管地球围着谁转，离婚这事我说不离就不离。抱着走，发现啊。
管一鹤，如果你现在不接受离婚，那我们当面聊清楚再离。这是律师拟定的离婚协议，签个字，等会儿要用。你就那么迫不及待的想离婚吗？ 都是你逼的。既然问题解决不了，离婚至少可以让我们两个都解脱。谁答应离了？我一直都想要解决问题，努力这么久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？连赵金子的问题你都说不清楚，你还解决问题呢？那我按你心意再辞职一次，就是解决问题了，是吧？现在已经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。 反正这种丧偶式的婚姻，我过不下去了。过不下去就别勉强了。那签字啊。我没带笔。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签字，那就暂时分开吧。别跟你妈说。那先这样吧，不管怎样，我不想也不会跟你离婚的。那先想想怎么瞒过妈妈。我这样。 我跟他们说，我最近项目忙，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，跟你孩子住吧。那，你回家住？我回家住不就有破绽了吗？我住公司。好吧。我能不能？ 聊聊果果的事。果果怎么了？孩子的事我们不是都已经谈好了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那个协议书我没仔细看清楚。我就想果果的事，我们能不能再商量一下？ 你有什么要求？我想，能不能把我隔周周末的探亲变成你带一周，我带一周？管一鹤，我现在心平气和地和你讨论这个问题。什么叫你带一周，我带一周？你管过孩子吗？ 你们有资格因为手机没电就失联。来了，还在睡呢。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一鹤最近太忙了，他怕影响小白和果果休息，不是睡沙发就是睡公司。啊，小白起来了，刚喂了奶，现在睡着了，估计得过两个小时才能醒。啊，一鹤还睡着呢。哦，他。 昨天加班睡公司了，最近这孩子真是累坏了。哎，对了，他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要在公司附近租房子。啊，行啊，费点钱就费点钱吧，他也能睡个好觉。哎，老叶，他们住到公司那边去了，你就搬过来吧，把那边房子退了。
小白啊，过来。小白啊，管一鹤都好几天不回来了，他忙工作，也不能忙得连家都不管呢，把你和孩子撇在那儿。啊，等忙过这一阵子就好了。小白，你和妈要说实话，你们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妈，就是我们俩最近都忙，沟通比较少。 你有什么事儿，可不能瞒着妈啊！嗯，你们两个人啊，都是有文化的人，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理智的处理，不能像妈那样，记着了吗？真没事儿，妈你就别操心了啊。真的没事吗？你可别骗我啊！我好不容易。 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，如果你和一鹤真的有什么事儿，妈后半辈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。没事儿，妈。啊，午膳没有迟到了，妈，你帮我洗一下，我先走了啊。 哇，哥，这样的商铺都在咱们业务范畴内啊。发来我们。行了吧，想什么呢？我带你们来就是那种奢侈品，知道吧？高档的大牌。你上次去金子那儿送东西，看见我哥了吧？嗯。就我哥身上那种，那衬衣、那皮鞋啥的，就那种高档的。你俩就进这个商场里，一个从东到西，一个从西到东，就挨个店帮我问问价。 问什么价啊？就问问那种有没有店里打折的嘛，对吧？然后2000块钱以下衣服给我配套。哥，啊，你这是要撩妹啊？哎，你不用打扮，你就现在这样就挺帅。帅什么帅呀？帅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狗带铃铛跑得欢，知不知道？赶紧去，去，快去！行，我们这就给你扛铃铛去。赶紧去，走走走。哎。 哎，师傅。啊，你好，是你叫的车。啊，是，麻烦您帮我抬一下，谢谢。哎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出去啊？哎，小心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给你早餐。哟 ，so sweet。你出去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嗨，走不了两天，干嘛？ 想跟你打游戏呢，你去多久？哎呀，不知道，没准。哎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你不上班了？哎，那车呢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去吧去。走吧，师傅。 是不是也没吃早饭？没呢。那来一块大的。哦。你没觉得我今天有什么变化？没洗脸。除了这个呢，别的。啊，还你知道。
咦，没刷牙？拉倒吧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换新衣服了，变帅了，是吧？我觉得也是。 进来。我回来上班了，和你说一声。你如果想收拾东西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回家。行，那我等一下回去收拾。 喂，冷静，我一会儿下去。啊，不，先回我家拿行李，再去机场。嗯，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 这事儿跟我哥比不差吧？有病啊！跟他比什么？哎，师傅，往前开，就前面那个人，对，走走走。行行。刘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那个哥，我送送你们，送送。管总，快上车吧。 吃的胖胖的，嗯，哎呀，这两个孩子啊，把屋子里边折腾乱七八糟。来，自己玩，嗯，果果自己玩啊。姥姥忙了，看弄得乱七八糟的，这屋子里边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房间里面翻呢。 什么呀？这是我跟你说呀，衣服也拿走了，很多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离婚协议，你没看清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以上就是我们对你们的要求，但就像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完成相关工作，但就像我说的，你们也要尽力帮助我们完成尽调。啊，这个放心。 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回事？不接电话呢？这俩孩子，你非把人气死！我去找小白吧。哎呀，啊，怎么了？呀呀呀，腰拧了，腰拧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 躺下，你别动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什么没事啊？怎么
了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？这是我跟管一鹤写着玩的，哎呦，我让他扔了，他怎么没扔呢？有拿这事儿开玩笑的吗？啊！我就看你们俩不对劲儿。你说一鹤你们俩他是出差的呢，还是你们俩商量好了让他搬出去了呀？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和我们撒谎是不是？我看你是有出息了啊，撒谎都不打磕巴了。结婚是儿戏，离婚也是儿戏吗？我问你啊，你这是要闪婚闪离？你要气死我是吧？哎呀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你躺好了，躺好了，这么激动干嘛呀？这个，他就是一个我们之前吵架的时候，气头上随便写的东西。我们早就和好了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，就是闹着玩写的东西忘记扔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跟我们打马虎眼了，行吗？你就别骗我了。你跟银河现在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讨论的就是什么？我们还没到离婚的时候。还没到离婚的时候。哎呦喂，哎，哪有正常的夫妻没事讨论离婚的？妈，你这粗心的女儿。哎呦，妈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妈，你别这样。小白，我和你妈真的经不起你们这么折腾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经不起了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妈，不信你给银赫打个电话，你问问他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还听着？你快打电话呀！行行行，我打电话。哎呦，我的电话呢？快打！哎呀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真是！这刚下飞机就一堆工作，来不及了。剩下的16份你来传吧，传你手机上，然后去打印。我等下去见何总，得换一身衣服。这样，你拿着我手机去你房间弄吧。嗯嗯，一会儿还给我。好嘞，好嘞。喂，阿姨您好。我是管总助理，嗯，管总换衣服呢，手机在充电。啊，好嘞好嘞，我一会儿转告他您来过电话。哎，阿姨再见。离婚补充协议草稿被发现了，我瞒不住了。哎呀，赵金子他是一鹤的助理，你俩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们是不可能离婚的。正是因为协议过离婚，反而更不可能离婚。可你们，哎呀，哎呀，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慢点儿。你看你，把你妈气的。不是我们坐牢的为难你们，那是你们两个有前科在先。之前你们结婚的时候也没跟我们商量啊。结婚是件好事，也就算了。以后你要有个什么事儿，再来一个先斩后奏的，我就直接找你老公公报道去。哎呀，妈。要不等一鹤闲下来，你跟他视频说吧。你们俩妈混合双打，别紧着我一个人练啊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